三好男人是不是？穿了一个小围包。三好三好是不是？理发师，你看没有？你刚刚摇摇也说真帅，你是穿上个这个家伙也帅啊？啊？人生苦短，你要快乐一点，抛开烦恼，忘记是非恩怨。为难哪哪都好，雪儿，那是必须的，理发师是不是？穿上这个也，穿上这个也帅。没有下单的朋友们，你们就去下单，你们就别犹豫。哎，那些新朋友们啊，尤其是有那些重症的朋友们，你们可好嘞，都是美哒哒，对，都是美哒哒的，对，美美的。你穿什么衣服呢？摸子巾，朋友们，你看摸子巾了没有？摸子巾，摸子巾，开开心心，每一天。怕可倒不下去，怕可倒不下去，直接倒，你可倒不下去。